你是何人？刘川秀，想问候。神话般的西川大陆上，人类势力分裂，人类与魔族纷争不断。夏都此刻危在旦夕，此川家族的军队宁可战死，也绝不投降。本家族而战！冲！刘峰家的将士们，难道还不如我一介女流吗？杀出去！毁掉总统锤！ 阿兄，我以家族前辈的身份命令你，尽一切办法保护紫川宁小姐。大人放心，紫川秀定尽心竭力来帮我吧。阿兄，和我一起去效忠总长大人。二哥，我只想好好保护阿宁。我参军之后，从一个小兵做起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一直走到今天，凭的就是我帝林足够心狠手辣。军的表现，给整个紫川家骄傲，请各位相信，青春不会荒度，热血无畏浪费。家族感谢你们。如今家族有难，身为家族的军人，能为总长和上都而战，我死而无憾。